好想你呀、啊！生日快乐，宝贝！亲个吻。哎呀，真乖。今天是什么呀？是小王子吗？嗯，是小王子啊。嗯，那妈妈是什么？安心。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回来，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干什么事情都是风风火火的，你别介意啊。生气了？没啊，生气了。为什么不跟我说他长得这么好看？不是，安心。我能理解啊。他出门在外，能陪小弟多长时间？我们以后还可以陪小弟多长时间？差一个生日，今天晚上你就让他陪小弟好好过生日吧，就不过去了。你不过去哪行呀？都准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要是我不过去，这生日会就不办了就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正是因为我准备了这么长时间呀、啊。怎么能说不办就不办了？再说了，我是给小弟准备的，不是因为他。既然已经来了，我去就不合适了。那这样，我跟他好好聊聊。聊什么？请柬都发出去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大家就都来了。我们不要让大人的这些事情耽误了孩子，让他扫了兴，好不好呀？再说了。你们家三口也可以团聚了。什么呀，安琴，你不能乱说。什么叫一家三口啊？我跟他早就离婚了呀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行驶证、驾驶证。来，哎，同志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没看到指示灯，不好意思。同行啊，开车要看灯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好，别开小差。好嘞好嘞，走吧。好，谢谢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边就是我们家小区了，我走着回去了啊，就不用再绕一下了。嗯，安心。走了。你听我说，安心。安心。安心。哎，过马路也要看灯啊。收到。哟，还有个小尾巴。妈，你们先过来接下小迪，带他去生日会所那边。哎，好啊，那你和你女朋友什么时候到啊？妈，蒋雪回来了，我先处理一下这边的事情。好。我们知道了。
有心了，没想到你们准备的还挺充分的。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的生日会有主题，一会儿我就随便穿一套去了。不是，将军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女朋友安心为了今天的生日会准备了很长的时间，我觉得今天你突然去不太合适吧？哪里不合适了？我儿子的生日，你女朋友去合适，我这个当亲妈的去反而不合适了。我还真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呢。是，我承认你想给小弟过个生日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邀请了小弟很多的同学、家长、老师们，咱们这样可不可以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明天我们在家里面再给小弟过一次。我真的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下。你说的这些事情有什么逻辑性的关系吗？小迪的同学、家长还有老师，有哪一位是不可以与小迪的亲生妈妈我见面的？是，可以见，但是我想说，喜欢的是这一款是吗？江雪，我现在喜欢哪一款，好像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Sorry 啊，确实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比较好奇。今天呢是我儿子的生日，我肯定是要在的。如果你女朋友想来的话，随时欢迎，我都 OK 的。我提醒一下，今天也是你儿子的生日，你最好在。我是小王子。你当然是小王子啦，小迪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小王子，爸爸是牛仔，咻咻咻！哇！而且阿姨是兔子警官啊！呀，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，啊啾哎呀啾！哎，安心啊，我这身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身啊？哪不合适呀？不合适吗？我觉得挺合适。就是啊，那我去看看吧。嗯。我觉得有点别扭，感觉。什么？啊？这我想看看。感觉哪不合适？感觉这没衣好呀。谁呀？